我是小虎，今年念小三，我的家只有我和我妈妈。你考九十二分啊？是数学、英文加国文啦。女人当自强。我是机器人，这是小铁叔叔，要有礼貌哦。后打塞球。这个叔叔怪怪的，他的鼻子会动哎，还说。小铁叔叔不是地球人。告诉你哦，去年圣诞节我妈妈变成了机器人，我看到我妈在充电耶。为了要救她，我还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，我把全世界的电都关了。人肉博老师，小虎他怎么了？孤独其实只有一个妈妈，没有爸爸。每个同学画的都是妈妈的脸，他的妈妈通常都在上班。小虎画的是你的背面。他只能一个人睡觉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玩。就是小虎让我交给你的。圣诞老公公，我改变愿望了，希望你能帮我让妈妈关机，让她不会不休息。如果她坏了，我会哭得很伤心。妈妈，我好爱你。为了救妈妈，我改变了愿望。我请小铁叔叔帮我把愿望送到总部。我决定展开拯救妈妈的大行动。加油！